振远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他怎么会来呢？你也太不靠谱了吧，电话也不接也不来接我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还问你你怎么来了。你邀请我来的，你还装糊涂。我邀请你来的。对呀。信息部吗？过来一下。顾总，您的邮箱有个登录异常，但是是在公司内部。在哪儿？秘书室。小五，谢谢你。好，没事。哦，对了，这件事情别和任何人讲。顾总，我知道了。那顾总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好的，顾总再见。方梅，你来一下。顾总，这是我整理的所有的会议记录。这些资料我没有时间看，你把每一份资料都做一份简要说明放在第一页，然后所有文件名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好，方便查阅，明天交给我。好的。这些资料很重要，我让你亲自整理，明白吗？你是在刁难我？是在公司内部。在哪儿？秘书室。好，小五，谢谢你。好，没事。哦，对了，这件事情别和任何人讲。顾总，我知道了。那顾总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好的，顾总再见。方梅，你来一下。顾总，这是我整理的所有的会议记录。这些资料我没有时间看，你把每一份资料都做一份简要说明放在第一页，然后所有文件名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好，方便查阅，明天交给我。